人类迎来文明曙光的最初时刻，人们将无常和对未知的恐惧寄托给宗教。青藏高原的气候和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每一个生命都面临考验。佛教的传入、分流、适应与革新都离不开中华文明的土壤。如今藏传佛教也不断与时俱进，立生济民，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明朝永乐年间发生了一件在西藏和内地政治及文化关系史上值得称颂的大事。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藏文大藏经的木刻版刊雕完成，后人称之为永乐版甘珠尔。是第一部刻版甘珠尔，它的刊刻不仅让西藏地方拥有了藏文印刷的大藏经刻版，同时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中原以及蒙古等地区的传播。这是位于扎什伦布寺里一座古老的印经院。这里的印经声已经持续了500多年。500多年来，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印刷技术。每本经书都由僧人们一张张刻印完成。用于印经的藏纸具有千年不腐、蚊虫不咬、墨迹不易褪色等特点。直到今天，这种古老的经书仍然受到广大信众的欢迎。由于工艺复杂，印刷数量有限，常常供不应求。扎什伦布寺于是又建起了一座现代印经院。在这里，大量的经书通过现代印刷技术刊印出来，用较高的印刷效率满足广大僧众的需求。排版、校对、印刷、切割、装订，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藏香是西藏群众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可以修身养性，使人心旷神怡，亦能益心智、强体能，防止传染疾病。以藏医药为基础方的藏香，在中国流行病防治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篇章。扎什伦布寺藏香制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寺庙初建时期，有500多年。扎什伦布寺藏香在生产制作上至今依然遵循古法，延续古老的传统手工制香工艺。与机器制香不同，扎什伦布寺每一根手工藏香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寄存着美好的愿望。
对，你们进了，但你的表姐你的，他提着去，你爹他吃，忙了送爹他听着，电话没事。这几个老几个吃下了，你不要和那人动的，刚我刚把银子呢，这个，今年送去听着，电话没事。但老大王婆你这的傻了，他听着，这别扭死，他听着就要没事。他听着这几个我的全部认得，他听着了，别没这么多钱的，他听着送过没事。上香的这个起源讲的话，就是绝对应该想到是藏医，因为藏香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藏药，比如说丁香啊、藏红花呀、没药啊、肉豆蔻啊之类的，都是藏药。藏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文成公主进藏以后，这里面有好多文献记载，当时带了那个治疗疾病的404种，治疗疾病的一些办法，诊断的一些办法，还有那个炮制药的那个4种办法，有这些很具体的一些记载。那么这个过程中，对那个整个藏医的这个发展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金翅公主入教的时候也带去了一些各个方面的书籍。医术方面呢，就是他带去比较重要的一本书，就《越王要传》。那么他把这本书带到吐蕃以后呢，又有当时的这个和尚僧人，也是懂医的，以及和这个藏族的医师呢，共同把翻成了藏文。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中医书，所以对西藏的这个藏医发展用过，这发展是就是作用是很大的。《越王要诊》这部医学典籍中，收录药物329种，所载药物具有高原特色，绝大部分沿用至今。公元8世纪中叶，藏医学家与拓云丹贡布等人在总结藏医药经验的同时，又吸收各类著作精华，用毕生心血编著成4部医典，是藏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著作。扎什伦布寺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藏医院，全称为扎什伦布寺吉纳长松德林藏医医院，距今有370多年的历史。其前身是五世班禅时期修建的吉吉纳卡长松德林门兹康，后来经过九世班禅时期和十世班禅时期的扩建和发展，不断壮大，到今天的11世班禅时期，形成了现有的规模。扎什伦布寺僧人大木真多吉在扎什伦布寺已经20多年。除了是这里的普通僧人外，他还是扎什伦布寺藏医院的一名医生，以及这些学医弟子的老师。大木真多吉每天早上5点半要起床上早课，9点半准时到医院上班。他的日程每天都被坐诊和教学排满。这当然讲了，你妈就能把短剧唱白自己。他短的七个年，天天光目去当年，错了找个毛主席呢，皮下落不着头了，人家就别凶了，他老年双腿这个陆地直接切。来这里看病的，除了寺庙的僧人，大多是一些农牧民群众，还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这单呢，讲他写个字，啥叫听呢？忙就啥叫感谢心的意味了，啥叫那个呢？克隆头发了，龙给那些坚持呢，长些那个永远听得当。有长眼睫毛，有没了白干那个爷爷有的什么出云那个，头发那个，长些头发那个，这些军队呢，他写这么多了，同样忙也接受。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平时咱们这个扎寺的僧人是养老院、福利院，
低保户等等等等有困难的这个群体，他是可以不带一分钱，都是免费的，啊，不只是什么看病药嘛免费的，还有这种 DR、B 超、心电图等等，都是免费的。目前扎什伦布寺藏医院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扩大规模，提升服务，现代化医疗检测设备配备齐全，传统藏医学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展。还不如多接种接种年冬专门的到对面能了，对呢我让这些个在中间春天就给出去特别蒙希望了，我让这今天朝中对人们的康心他国家去做呢，接着到年冬下面绝对了上海原装的对呢蒙古对呢这些都恶掉大天的所在那里那样就不切了这个孩子不大面刚的家计那么天天是谈天面刚的可有那么大错康杀几天呢天天是差异天天就在那谈天面的下手呢面刚的马上就 MG 下手呢让家面把西大提醒各种面把老少不要动的 MG 到马上就不说你说咋样去电脑了这个面对个协助天天给修的修行吧天天是天天就在那马上就忙做作业的嘞阿伯呢文成公主带来的天文历算至今还在影响着西藏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扎什伦布寺有一个小组的僧人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也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使命。萨达就说带路送去送了吧，我就是救你就说。俺做通过那么一个人，他们给人家告诉我们，在那三个俺做擦窗的，俺做因为压根跟个退休是吧？就我的人。文成公主入藏时，将内地的天文历算学知识带到了西藏。后来，金城公主入藏，又将内地的医学和算学方面的知识传播到西藏，融入到西藏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系统中。之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挑选专人赴内地学习历算，自此形成了完整的天文历算体系，也成为民族融合的象征。藏历和目前咱们那个内地的这个夏历，也就是农历，它这个呢非常有趣的是，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咱们夏历是以60为一甲子，藏历呢叫柔君，也是60。比如说咱们中原的它是天干搭配地支形成60年一甲子，藏历呢是五行对12生肖也是形成一甲子。他懂起你等那谁谁的都没有默契，你等那谁呢？为了节省纸张环保起见，僧人们用香灰进行运算。一个精通历算的僧人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熟练掌握这门技能。俺做修古的天马军空了，俺做设备是唐不杀了人们讲，第一名了设备是，他三更了人们得不得不面上第三兄是第四不的。他俺做突然给准备村里给加了一节给车些卡出去呢，第二俺做必须当过个多。他的计算机讲了自己用对三把，俺们能是突然忙不过来要嘛的，天天自己个弄出穷个人。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他们既保留了古老的运算模式，又跟电脑做了一些结合，保证这项技艺能够与时俱进。我们做老多的做技术形状的卡住，我们做开始每日的遥控线路的节点要了吧？做技术我们做车主上路老几个难了，我们做行不行呢？行给当对不？我对不对呢？三个多吧，车对不对呢？三个多吧，都第一个搞线路老点呢。分到顺便呢，各自先到我顺便能落了，肯定起步不多吧。
2006年，唐卡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在西藏有了专门的唐卡艺术院校。唐卡、塑像及传统手工技艺也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新兴产业。截至2021年底，西藏从事唐卡绘画的画师、技师和学徒超过5000多人。唐卡画院和培训机构超过150家。西藏自治区唐卡销售年产值近1元人民币。目前对画唐卡这种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要学习这门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这个能够呢，那么但我的心不要被装不要这个呢，我的地界面的培训的我的是将来还要几百遍，这个呢老远的天天开幕。唐卡呢，不再是过去认为是一种古董式的文化传承。政府一方面在维护、保护这个传承人，还有呢，促进呢绘画风格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呢，在建立一种市场机制，鼓励现在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呢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同时能够进入到市场，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所以呢，像西藏每年都有唐卡的大会。这些活动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唐卡的一个生态链。采砂坛城是藏传佛教中独特的艺术形式。2014年，采砂坛城绘制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悠久，传承至今。只有少数的僧人才能掌握这门高超的技艺。坛城的绘制极其讲究，所用的采砂原料以珍宝采砂为上品，由数名僧人经过严格的绘制程序，经历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流浪给见过，热地给见过，冬春给见过了，松鱼，都不松鱼对什么？当阿兰做给，就把茶山给拆洗，冬春给见过体验说呢，体验卡上提不提？到陆局了拆洗体验呢，他怕进路，西边的村民住点是顶着就过不了的意思。采砂坛城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对此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金刚舞是藏传佛教密宗仪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舞蹈艺术。每年的藏历8月，扎什伦布寺都有一场精彩的羌舞节表演。学者们通常认为，羌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中叶西藏桑耶寺落成之时演出的镇魔酬神、驱鬼辟邪的乐舞。此后经过代代传承，羌舞的内容逐步丰富，艺术形式进一步规范。2006年，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羌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代版的羌舞表演穿插喜剧互动，
既祈福和平安宁，又给丰收之后的民众带来欢乐。据说，扎什伦布寺的羌木表演起始于七世班禅时期，历经将近200年的发展变化，羌木将绘画、面具、服饰、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与宗教仪式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舞蹈形式。如今，扎什伦布寺羌木表演已经融入了当地民众的世俗生活，成为各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目前，扎什伦布寺的羌木已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夏季，日喀则的清晨也往往清冷刺骨。距离日喀则市区10公里的一家奶牛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是一家有着40年历史的奶牛场，隶属于扎什伦布寺。上世纪80年代，石氏班禅在日喀则医院视察工作，了解到当地肺结核病人在治愈过程中常常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品高品质牛奶，于是石氏班禅拿出自己的积蓄，从新疆引进了第一批30头高品质奶牛，划拨150亩扎什伦布寺草场。派驻扎什伦布寺僧人专职管理，创建了扎什伦布寺第一家奶牛场。索朗琼是扎什伦布寺奶牛场的厂长，也是扎什伦布寺的一名普通僧人。目前，他被扎什伦布寺管委会派来负责奶牛场的管理工作。我们家乡说那你们来了，大家嘛说你俺不去吃。딱 봐 아래 시커튼 지 와래 다 된 소리 나 우리 링고마을 도 아니 근데 야 미세라 중국에서 다 봐주도 할 자샤소나 니게 공부를 한게 다 신이라 자신도 니 땀니 다 랑가랑수 다 사이 이나면도 된 소리 자산한테 제주 모두 아니 다 대평지에니 비월 내리백 아니 야 돈을 때 다 된 유지 대상하시 오마디에 뷰세간디지 来自扎什伦布寺奶牛场的牛奶一直受到市民的追捧，每天早上最新鲜的牛奶都会按时送到扎什伦布寺，满足市民对于这款纯天然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的需求。这牛奶呢就是落地下去牛奶油一张的大的，它又给我们红色面的色素，它既用的制作怎么来点呢？那我们呢就红色面，如果清点红色，这汤呢突然出的足够点的量了嘛，我们忍不了。为了让扎什伦布寺奶牛场更好地为当地百姓服务，2015年，班禅额尔德尼却集结部给扎什伦布寺奶牛场引进了40多头奶牛，扩大了奶牛场的规模。传承了石氏班禅的惠民心愿。目前奶牛场的运营完全靠扎什伦布寺的资金支持。本着利乐众生的初心，
扎什伦布寺这项惠民工程传承了将近40年。去帮助别人，去服务社会，才是求福得乐的唯一途径。所以僧人在新时代，他所承担的一个使命任务，就是为新社会服务，为新时代服务。201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也是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坐床20周年。这一年的6月10日，是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殊胜圆满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的拜见。班禅向习近平敬献了哈达，并介绍了他坐床20年来的情况。习近平对他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表示祝贺。习近平勉励他刻苦学习，努力修行，秉承十世班禅遗愿，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总书记的指示既给我指明了未来整个藏传佛教发展方向，未来我自己所要贡献努力的方向。我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切难题和问题的钥匙。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自信的朝着这条路继续前行，无论外在的干扰多大、阻挠多强，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步伐。新时代的新西藏，现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一视同仁，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切实保障。2016年7月，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的首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在西藏日喀则市德庆格桑坡章举行。1954年，十世班禅在此举行过一次。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秉承十世班禅遗愿，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为来自西藏和四川、甘肃、青海、云南各大寺庙的高僧活佛以及僧俗信众讲经灌顶。此次法会隆重庄严，有超过42万人次参加，法会顺利圆满。坐床20多年来，班禅额尔德尼确籍结部继承发扬历代班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继续刻苦学习，潜心修行，抚庇社会，饶益众生。佛教传承了2000多年，
如今依然能够弘扬传承啊，是因为我们的历代先贤们能够使佛法的传承同当时的社会发展时代需要人民的向往所结合所适应。在新时代，我说我们要认识时代，适应时代，就是讲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是众生的造福者。现在我们的广大的僧侣赞成佛教界的影响，同当初佛陀的这个初心一样，仍然是利乐众生、造福群众的。升国旗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人每周都要做的事情。然而，今天升起的这面五星红旗，对于扎什伦布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年建党啊100周年的时候呢，北京天安门广场呢是这个百面的旗子，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这么一个数字。一百面旗子里面呢从北京呢两面旗子送到我们扎什伦布寺树立在咱们西南边陲的这么一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典型的寺庙，中央对这个咱们扎什伦布寺做了一个充分的肯定。尼玛琼拉是扎什伦布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已经在扎什伦布寺工作了7-8年，对于扎什伦布寺这些年的变化由衷的赞叹。据不完全统计啊，从2011年扎什伦布寺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后啊，光是国家投资已经2亿多了，就是主要呢是文物保护啊，这个寺庙的这个修缮，然后这个僧人的这个住房僧舍的改造。随着西藏自治区的脱贫攻坚的全面完成，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各族人民群众都迈进了全面小康社会。僧人作为普通公民也不例外，扎什伦布寺僧众的生活条件和修行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扎什60岁以上的僧人现在是50多了，80岁以上现在27个，所以呢也是国家拿钱来专门造了这个养老院。在信息时代，寺庙除了通路、通水、通电、广播电视、互联网、光缆线路等现代化通信也进了寺庙，让广大僧众也能与时俱进，了解祖国发展的步伐，分享祖国发展的红利。Think of you are before, you are beautiful. Think. Oh, that could. Great day. 我们师父说，这个现代我们这个弘扬佛法，光不能靠这个藏文，一定要学汉语、英语。白马战堆是扎什伦布寺的普通僧人，在扎什伦布寺已经生活了10几年。Beautiful.我们刚来的时候和现在的生活和寺庙的环境啊，或者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刚来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外面的环境也特别好，改变也挺多的。节假日期间，白马战堆还经常去旅游，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在深圳世界之窗游乐场吧，我们去玩。这是在上海，这个是2014年我独自去的。上海这个城市我挺喜欢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无论是寺庙基础设施还是僧众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扎什伦布寺僧舍干净整洁，基础设施设备一应俱全。近年来，沐浴着丽色惠僧政策的阳光雨露，扎什伦布寺在编僧人实现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为广大僧众创造了更加良好的修行和生活条件。包括扎什伦布寺在内的我们全区寺庙僧尼4.6万，无论寺庙僧尼的户口在农村牧区城镇，一律享有什么呢？城镇医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有这个是低保，还有说意外保险，还有国家每年呢组织寺庙僧尼呢免费体检一次，提供这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一直理解为人民服务和普度众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佛教徒2000多年来所追求的、所向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00年内做到了，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作为以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为理念的藏传佛教徒，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是藏传佛教界政治上的选择，也是信仰上的实践。2021年，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扎西德勒。在视察哲蚌寺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我们56个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搞好民族团结，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这帮官把的事情弄完天呢，这帮官把讲讲的事情弄完，那段就没影吧？这个平壮可能了，才下说那观点，切动团结劳动节了，事情弄完就当撤军撤走西藏，主动劳动节了，空给送着的弄完就当拉进出去做的，俺这什么是假呢？他老总学的学名吧，他过来都直接说起习近平给接受特别人的天天安全
广巴的恰恰说呢，平壤主席人呢，这天天肯定没送的这个，各地都给这个，接受人了，学业的、穷的，俺在这些农民家这个司机人吧，车这个司机人吧，他不都这些农民肯定嘛，家家拉咱们这个司机人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中国化的产物。藏传佛教中国化，在新时代有了更新的实践。无论时光过去多久，中华各民族同胞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一历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